哇塞，这人也太多了吧！幸好我跑得快，要是晚上一段时间，估计得在门口排长队了啊！这得几个小时才能进站。现在旁边这个是抽站的客流，这人已经多得无法用词语来形容了，大家自己看一下。今天是2024年的5月1日，劳动节假期的第一天。看一下此时此刻仙铁站，这个站是大雁塔站，已经是人山人海了。此时此刻出站的乘客是比进站的多的，因为现在是下午的6、7点钟，要是到了9、10点钟，这个进站会比出站的多，人非常的多。昨天我好像看到说是西安的地铁客流量又突破新高度了，好像达到了今日的490多万人次。今天这个客流量我估计还会再创新高，能不能达到500万人次。虽然这个地铁站的客流量也比较大，但是大家如果来景区这里游玩的话，还是建议大家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啊，因为地面上啊开车的话特别堵，没有坐地铁快，要是开车的话估计还到不了这里呢。像不像来到了春运的高峰期，火车站般的感觉。这边是往保税区方向列车已经进站了，现在已经进入到高峰期运营时段，平均2分钟一趟地铁。明天西安地铁能不能突破500万人次？我感觉应该可以吧，今年这个五一节假日人太多了，非常的火。西安拭目以待，我感觉明天一定能突破500万人次。